以下讯息由 SK 整形中心提供。许多亚洲女性希望拥有丰满的胸部，但又要看起来自然。亚洲女性身体形态与乳房疤痕的独特性所需要的隆胸方式与白种人丰胸手术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亚洲的皮肤通常比较紧实，胸部组织比较严密，所以需要更多的肌肉间插入。与非亚裔丰胸手术相比，手术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些细节，才能使隆胸看起来自然。